现在我要各位分析这个什么歌来的？哦，我刚才说世上最可爱的歌，我没有跟你们分析过这个伴奏是不是？嗯，我看一眼啊，我来找找我的 MMA 啊，世上最可爱的歌。但是这歌我已经做了，哇，这个歌是2018年出的，哎，不是，那就是2017年做的，2017年底做的，嗯，然后这个歌也有4年了，哇，时光啊，哇，真不经过，嗯，好，我先设个 Q 点，好，嗯，来，然后就是我们来分析，我们来。开始那个说这首歌的编曲了，好不好？来，我们来听听啊。然后 ，I love you。哦，我这个拍掌好有时代感，因为那个时期，基本上四五年前，就基本上编歌前面进那个 intro 的时候，都是一个拍掌，然后。好多歌都这样啊，哦，这个没有任何特别的，嘟嘟嘟嘟啊，对，因为这个叫世上最可爱的歌，然后我觉得最可爱的歌呢，一般那个一下就给人带入的都是应该是一个动漫的世界或者是个游戏的世界，所以前面用那巴比特这种阿培酒啊，就反正就出来了啊，走你，这咱们接着听啊。哇，哇塞！我以前好喜欢用这种军鼓，哇，就是这种，因为这种军鼓就是这个叫 gate reverb， 然后才能出来的这种声儿。哇，因为那阵儿流行一个东西叫做 filter bass， 然后哇，好复古。然后就是，所以那个 filter bass 一般的那个军鼓做出来的声音都是用那种 gate reverb 做出来的。哇，就是倍儿贴脑门。其实因为这个军鼓声音呢，就是那个就是特别的90年代跟80年代，因为那阵杰克逊啊，好过那种声儿也是那种，然后就是他倍儿顶脑门，基本上在2000年那个时期的时候，没人用这个军鼓声了。但是后来因为 filter 的那个出现了一个东西叫做 filter bass， 然后呢，因为它和弦太燥了，然后所以说为了能听见那个点，这个鼓声又回来了。哎，你看看。一切都是轮回啊！那个时期就特别爱用这个鼓声，倍儿打脑门，跟弹脑门似的。啪！哦，我来了。对对对，而且我那只编歌特别喜欢这狗，然后哇，太好了！还有你们大家可以听见后边有一个汪汪汪，一只。有一个小狗的声儿，然后因为我特别喜欢西高地，但是我呢一直没有买过西高地，然后以前是那个对我们家小馒头，然后所以说我就觉得世上最可爱的歌呢一定要配一个就是我认为世上最可爱的动物，所以后边一直有一个小狗的声儿，我每回我以前有好多歌里都有这狗声儿，大家可以听听啊，仔细听，然后有一个棒棒。因为这个狗声呢，跟那个好多编曲的歌里头吧，有一个声叫哇哇哇，那个声跟那声特别像，然后所以说我经常是把这俩声那个叠在一起啊。好，这个旋律是怎么来的呢？我听听啊，当当当当当滴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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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当滴当当当当当，我这个歌里有这段旋律吗？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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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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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不棒了。哦，对，这段 loop 我们是我自个儿做的，我们做的特别棒。这段 loop 是那个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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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那段应该只有那段应该是个什么东西，我忘了当时我拿什么做的，但是那个就是本来我想做一个气泡的声儿，就是噗噗噗噗噗噗噗那个声儿，然后但是也不是怎么着，就后来就突然因为气泡的事儿呢，就前面那个这个叫 attack 吧，就有一个编曲的，一般就是你想听见那个音头的时候吧，就是你需要那个音头特别重的时候吧，一般我们都会垫一个棍儿那个声儿，然后呢
或者是一个彩叉，就给它切得特别短，然后就是用那个，这是我们一个小技巧。但是你肯定是因为当时我用那个气泡的声的时候，感觉那个前面那个音头，那个叫圈子眼不够，然后所以后来我们就直接找了一个，这个声应该是，对，我记得当时我做完这个声，我跟陈振兴觉得特别酷，就这块有一个，听一下。对对对，哦，对，我想起来了，为什么会有这个声儿？因为有一阵儿那阵 EDM 吧，特别流行。你知道之前有一个 Martin Garrix 啊，他编过一个歌，就全是那个，就是全是那个弹那个，那个，对，那个，他那歌叫什么名来的？他全是那个 plug 加那个嘚嘚嘚嘚那个声儿。然后我就觉得最可爱的歌呢，就得有这个，就有我最喜欢的元素。然后呢？然后，所以，对，哦，我想想，我当时就是这么，就是这声儿，就是我就用那，就是用那个声儿。然后，因为我为什么要用这个声儿？我想想啊，当时我是，你把谁的安南啊？哦，我能说吗？我说吧。然后那个，你们知道什么叫打奔儿吗？就是打，你们知道打奔儿吗？啊，对。打奔儿这个词儿就是亲嘴儿，北京话的一个意思啊。然后呢，所以那个，然后呢，我就感觉打奔儿的声儿，如果因为打奔儿是，我就感觉它是没有声儿的，它是一个，它就这么一声儿。然后呢，所以我就老用那，就这个声儿，对。然后我觉得那是打奔儿的声儿。然后呢，我就因为要把它具象化，所以那阵儿那个沙啦啦啦啦，别说话，快亲我吧。然后因为这句话来自于那个 Sugar Ray 的一首歌，叫 Shut the door， 你们可以去查，我忘了那个什么 Shut the door baby don't say word， 对， Shut the door baby don't say word， 就是说把门关上别说话，就是这意思啊，你们都明白啊。然后呢，就是类似，然后呢别说话来亲我吧，就是感觉两个人就特别的有那个亲热啊。然后Liba Shelly Anada， 然后都是亲爱的，各种发音啊。那阵我查了一堆啊，因为以前有各种人会说亲爱的，就各种或者我爱你类似这样的歌，就是这样的一个字儿，各国的发音，我觉得就是特别可爱，我有一种大爱的感觉，希望就是全世界的人都能成都有我的蜜啊。所以说就是各个这个什么 Liba Shelly Anada 就都有了，恰恰恰恰恰跟我有我跟这儿陪您呢。对，这句歌词写的时候也是这个意思，因为我就觉得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吧，就是不太敢跳舞，包括我也是这样。就是如果我不会跳舞的话，然后我很难去跳舞，而且以前都是说，不是说一定要这个男生去邀请女生，然后让那个女生站起来之后呢，男生坐在那个座上，然后就不走了，不是这意思，是那个让那女孩起来之后呢，然后他就跟那个我老觉得很多时候吧，女孩可能羞涩一点，不太，俩人跳双人舞的时候不太合适，然后一跳起来呢，你就那种感觉就是在于两个人跳舞的时候，就是不管你有多么的范儿百舞或者多傻跳的舞，别人怎么看，就是我可以有我跟这儿陪你呢，就是说我们跳起舞来就不管那些，对不对？然后就是因为有我跟这儿陪，因为这是一个，我这句话写的相当的双关且前后，你知道特别厉害的文字游戏就是这么来的。因为我前面在写的就是我在写的就是说我跟人跳舞，然后我就是说即使我们跳的不好，但是有我跟这儿陪你呢。然后呢，这是跟前句有关系的。然后呢，这句话又跟后边有关系，就是说因为就是感觉因为有，只要有我跟你在一起，哎，那个这句话来自于那个 Beatles 跟很多歌 and 五月天都会写的这种歌词儿，什么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什么就是类似这样，然后就是 everything will be all 了，因为 alright 呢非常的洋气，但是呢我这个人没有那么大的洋气，然后所以我就觉得 all 了特来劲，因为我一般回人家短信或者微信，然后都特爱打 all 了啊，然后那个我就觉得那个所有的事情所谓 alright 对于我来说就是 all 了，特别好，好，我们来接着听歌啊。哎，我那当啷当滴啷当啷当啷当当当啷 ，everybody dance now。我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旋律？我为什么会写这个？我不知道啊。
哦，这块非常之精彩，就是因为这个歌的主歌是我认为变得非常好的，嗯，然后就是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就跟之前我编那个覆盖的时候吧，会有一个嗯可爱的魔鬼让我流口水，可爱的魔鬼，嘘，然后啪，突然间就是感觉这个人离你越来越近，你在他嘴边说嘘，然后就是帅气，然后这个也是前面就是说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就是说所有的事情都会这么的开那个拥抱那种感觉，但是呢又会突然间全世界噗一下就这么热闹，突然一下全没了，然后有一个小孩就是一个小朋友的声音说 OK， 然后就这个感觉特别酷，我觉得非常的靠谱，所以当时就这么编的，前面那么吵就突然就收，然后一个心中的小朋友就蹦出来了说 OK， 然后就这样。好，这段的这个和声也是用一个狗叫唤说，我特别喜欢用猫叫唤、狗叫唤啊，还有就是一堆这个 bark， 他们叫 bark 啊，这个音色叫。然后呢，编歌，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各种各样的歌里都是充斥了各种猫叫唤、狗叫唤，只不过变成了和声。然后这个主歌的包包包，那个和声那个和弦走向，应该都是用小狗的声拼的啊。对，因为这个歌，因为我之前跟我 DM48 也说过一件事儿，就是说我可能在写歌上是个云南人，就是我旋律感就特别喜欢写云南调，然后呢因为这个歌也是那个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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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因为在后边包括跳跳糖那个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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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云南调特别特别好听，因为我不知道啊，虽然说我很喜欢那个听小曲儿，我以前也老爱唱小曲儿，但是我觉得中国的旋律里头，如果说 number one 的旋律，然后我就非常的喜欢这个云南的那种，我不知道，我就觉得非常之好听，然后所以我歌里头或多或少都会有这种，我只要但凡能写云南调，我都会写，嗯，然后这个主歌编起来其实当时费了很多心思啊，嗯。然后这个的哦，对，然后呢，因为这个当时是我们编曲，就是在四五年前是一个非常喜欢的尝试，就是说我们的那个 crush 啊，就是第一下那个那个声永远不在第一拍出，我们都在第二拍出，就是我的那个，然后就是他就会让人感觉特别的忧郁，一二三啊，对，嗯，我聊聊卡门一下，就当时特别喜欢干这种事儿。这个贝斯事儿还是可以的，这贝斯就是木的那种事儿啊，还行，当时跳的事儿不错，嗯。这些啊，现在听起来好正常，当时特别开心。当当当，你那葫芦丝来了，当当当当当，你当当当当。哦，这个份儿也是，对，因为我特别喜欢做份儿，就是我不知道，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多歌吧，它都有姻缘，然后呢，但是呢，不是说有姻缘啊，就是说咱们爱情的姻缘是那种音色的源头，然后但是呢，很多的这个份儿啊，就是编曲是叫 feel， 然后呢，就是都可以自个儿创造，然后所以说我特别喜欢拼各种各样的份儿啊，就这个份儿也是我们经常用的一种份儿，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声儿是那扑啷，然后也是我之前应该录的有一个动画片叫什么名啊？叫什么来的，就是迪士尼的一个什么动画片忘了，他有一个扑棱，然后他每回有一个人一眨眼睛就会有那个一个小爬音，我觉得特别好听，然后我自己怎么做都做不出那个就是特别水灵又特透那声来，然后但是我就录下来了啊，所以
这段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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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这段，因为我来唱一下啊，这段他的编曲的呼吸感特别特别强，然后这是我非常喜欢的样子，然后我在，你呢？我在。对，你听，因为他所有都在配这个我猜，然后只要是我猜之后的所有东西都是变的，然后因为当时我们就想，就是因为我在我猜那两个字的时候才会有我扣点，就是那个和声，然后但是呢，我希望当时我们编的时候就希望在我猜除了那个和声加重之外，然后有我扣的垫一下，然后所有的我猜之后的地方都要是有很多的那个可爱的，就感觉无数的那个糖什么那种东西在那眼前蹦那种感觉，嗯。然后我们再听一下，所以我当时应该编的是我才之后的所有编曲都是不一样的。我在屋里呢，我在等，我的没去吧，你就没去吧啊，对哦对，哦，对对对对对对，当时我编这可嗨了，对，就是这么个东西。我内容太多内容，你知道，其实很多人老觉得我们的歌吧听着简单，你真的，我真的，我可以找非常靠谱的音乐人，所谓的，然后那个来你来扒一下试试，因为这些歌真的很难扒，你让我自己再重新现在空的工程重新做一遍，我都做不成这样，哇，这当时编了多少东西啊，哇，好复杂。对对对，因为我这块变得好酷的是，原因是在于我后边那段 percussion 那个 loop 是现在我的耳机里是听不见的，但是它居然它的达到了一个这个音没有断的效果，我听一下啊，我好棒啊，因为正常人正常一般编歌就是特别俗的套路吧，会在这个很高潮的部分呢，那踩卡的部分是非常稳的，它的或者是后来非常俗的 trap 就会有突然间16分啊什么32分，或者是那种然后那种三连音那种，但是这个副歌居然是踩卡，是我是不是没编踩卡呀、啊、我居然能听到，太酷了。对，这个歌我当时编的，哇，我好棒，我要给自个儿一个，我这个歌这么热闹居然没有用踩场，我所有稳特别稳的那个八分的那个节奏全是用各种各种拼出来的，哇，我编这个歌是多费劲呢，等会儿我再听一遍啊，现在唯一现在听起来不完美的地儿就是个当当当当那四下贝斯，如果再能稍微那个那尖儿能大一点，那 filter 那尖儿大一点就好了，应该是叮叮叮叮，应该加点雕声啊，酷酷酷，我以前可以啊，各位同学们，你们知道在编歌的时候，尤其到副歌就是高潮的部分，如果在编歌的时候没有踩卡，一直那特别紧的这个节奏，又想这个音乐是不散的，是非常不能说难，也没多难，它是一个很不就是相对没那么常规的事儿。我这个居然是没有用踩卡，全是用那些噼里啪啦那些东西拼出来的，哇，而且还这么紧，哇，好酷啊！对，以前特别嗨这种，我在不理呢，就是他老在第三拍进，就是因为那阵儿刚开始也有一阵儿了，就是那阵儿特别嗨做这么做，就是永远唱的第一个音不是不能有鼓的，不能有低鼓的，永远是在那个军鼓拍在进，然后就是我在打，然后再这么切着进，就感觉特爽。
我在哒咚哒哒咚滴咚哒咚。昆虫会哦，这下昆虫混错了。哦，不行，你看当时的混音还是有问题，这块这个混的已经这个声音不干净了，然后这个歌不干净不行。哦，你大家可以听听听听，你能听见吗？应该直播那个音质听不见，它有一个有一段这个bongo那个过脑门，然后但是这块这个混音混糊了。哦，跟我地骨撞上了啊，算了啊，没办法啊，有瑕疵是应该的，不可能完美，对不对啊？以前特别好这个，当当当当当当，放风。以前就特别喜欢，现在也喜欢，就是基本上现在编歌特别喜欢，编完了之后把这个其中四分之一或者八分之一给切了，然后做一个 reverse， 就是反过来给他，就是老有那种，然后直接这个人，我特别喜欢这，因为音乐的呼吸以前是靠大家的弹奏嘛，就是特别多，然后因为。后来所谓做电音之后呢，因为它所有的音质都特别的饱满，都过于好，所以说因为好的伴奏啊，我不能说好的音乐，我不敢说我的音乐是好的音乐的， I'm sorry， 然后好的伴奏呢只能说它的呼吸感特别强，因为它会跟你的本身的旋律就是那种呼应感特别强，但是因为所有的音色过于饱和，所以中间就会加很多这种突然间断然后反过来，然后东西就是让你感觉这个东西是律动感是强的，它的律动来自于就是这个。啪啪棒，对，真是半点真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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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因为就是因为现在的科技的编曲的发展呢，因为你如果是一个很满就是很开心的歌吧，就是很容易编到这个歌一直是一样的，就是你感觉听起来它是没有净身的，你明白吧？就对，又来了，没有净身，它听起来又不贵啊。然后你知道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别人负责那个这个怎么说？别人负责管账，我送来管糖，我负责管糖，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说因为。就是我所谓的高级感，跟所谓大家认为的高级感，跟所谓大家会认为的那种音乐的层次，然后我向来都是在这些地方，因为我非常注意，我跟陈振兴我们俩编曲的时候，非常注意一个歌的那个唱跟那个伴奏里头那种莫名其妙的一种，就是你有我没，然后你出来就感觉特别像打地鼠，就是我们非常在乎这一点，然后这就是我们认为音乐里头所谓编曲里头相对比较高阶的。水平，对，然后剩下那些什么，因为有很多人特别我不能说是那个特别的怎么说，特别的不能说那个词儿啊，特别的 normal 好吗？然后就他们会认为加个弦乐或者什么那种东西就感觉很厉害一样，但是那些就是缺的。然后啊，来我们来听听。哎，这个狗声，对，就是梆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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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嘣！现在我编歌的话是绝对不会用这个过门的，因为这个小军鼓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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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发誓再也不能用这种过门，因为这个俗道已经让我听着头疼。噔噔噔，好听！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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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应该就是 vocoder 的，它什么都没有，这段应该都是 vocoder。 就是这个床声呢，我也偶尔会用啊，对，因为就是因为这个床声，耳机这个声，后来我才写的那个，后来我才觉得这个歌有可能会改成那个世上最了人的歌。他这耳机不，有一个这声啊，对。啊，酷酷酷！
你看我当时我都怎么变的，我再不信了，我再，你听鸭子，我为什么要这么变？哦哦，对对对，当时我试了一个东西，因为我特别想要那个砰喷，然后就是感觉我要一下来之后，我要打出一个感觉特别像那个香槟的那个噗，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呢，但是因为那个出来那个声儿有点那个破节奏，所以后来只截到那个感觉是一个拔盖的声儿就已经结束了。对，应该是因为我这块要贴这个歌词的原因是在于。是我为什么要这么编呢？原因我看一眼啊，我才不信呢，我才不信呢。哦，因为我觉得那个我才那个字儿，就是因为大家已经听了很多遍了，就是我一直在我才不信呢，我才不理呢。然后所以这块我要用音乐让各位听起来这块没那么烦，所以说我要它非常的寸，就嘖嘖那种感觉，所以我要用一个听起来的音效，让你在听觉上。就是能那个一下就能突然间那个听了这么多遍的一个副歌，能够觉得然后这样一下，然后你就能出来一下，然后还能再听下去啊，所以才会有一个拔盖突然间是这么一个声儿啊。对，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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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就这么着吧，就是反正这歌就后边都差不多了，就是这样一歌。哦，这个听以前的歌还是有点忘了啊，因为这歌是差不多得四年以前编的了，对，所以有很多细节就会忘了，但是今天听起来还是可以的。嗯，然后可以说明很用心这首歌编的，嗯，尤其是主歌跟副歌的部分还是很用心的。然后这首歌的歌词也其实，哦，对，就是对对，这个歌是我以前有一个歌的一个改版，嗯，然后因为这首歌里我最喜欢的一句歌词就是我才不理那些花。当时其实这个有一语双关，因为我最想唱的是我才不理呢，我才不理不睬那些话，因为有很多风言风语，然后就莫名其妙当艺人，反正老有这些破事儿。然后。因为这句话是在于他既是给你们在唱也是给我在唱，就是因为就是如果我能做到我不去理那些乱七八糟的话，然后我就会心里特别美，然后我就跟我说你就美去吧，就是我在跟我说你不要，因为你有世上最可爱的人跟世上最可爱的歌，有了那么多世界上最可爱的 DMF 列在跟你在一起，所以你不要去理那些话。然后呢，但是呢，我又觉得我一上来唱这个歌，然后我在副歌的第一句我不能唱给我自己，因为我毕竟是要唱给我的妞的，所以就有一个他唱起来是其实是唱给我的，但是他念起来其实是唱给你的，你明白吗？我容易吗？我写歌，然后因为我不理不睬那些花的意思就是在于，就是说有这个世界上有什么路边野花不要采，就是这意思，就是说世界上的花多了，然后我就不去理那些花，我只跟你在一块儿，然后所以你就会心里特别得意，说你就美去吧，你就美，我就说你去美去吧，对吧？全世界有那么多人我都不喜欢，我就喜欢你，就是这个意思。当时我觉得这块我写的特别巧，因为它既达到了我自己的一个心里的一个个人表达，我并没有把个人爱好当群众需要，然后酷，嗯。后边就差不多，对对对对。然后这句话是非常腻歪的，我才不信你会听够了，就是说这句话非常的就是这个特别的有那种就是那种小女孩拿手绢说讨厌，就是那种，对。然后因为我之前加过一个词儿，就讨厌，就是那个声儿，然后你就没去吧，那么讨厌，就那么一个东西。然后但是我当时又觉得这有点傻，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就想，我就这样，然后呢，我就是话说一半，就是我才不信呢，你会听够了，我也没说我说什么。然后但是基本的意思各位看也能看明白，就是写那些甜言蜜语，说再多你也不会，你老说讨厌，其实你没有听够，就这个意思。嗯，所以当时我后边写了这句，嗯，
后边这句就是瞎提，就是正常啊，就是没有什么意义啊，就是欧了，这句是就是为了前面那个欧了。但是我现在有个迷思，我前面为什么有一段旋律是当当当当当当滴当当当，这段旋律跟我这歌没关系，我才不理呢，当当叮当当滴当当当当当，为什么会有这段旋律呢？这段变得莫名其妙，然后但是别的应该还是能想起来。好嘞，行，哇塞，我分析了这么长时间。